人多，每个对决用的球数都蛮多的。刘福豪上一次打击最后是一颗外角球，没有出棒被三振被拉掉。过去连续五场有安打，五场比赛6.25%的打击率的刘福豪，第一个球是好球，并没有出棒。刘福豪在过去10场比赛打击率有4.84%，11次保送，9次三振，10场比赛就11次保送，上垒率6.05%，使得他的打击率从2.5%提升到快要3成。刘福豪这一个球打到的是在左外野方向，3分打点的全垒打，小破刘福豪。4场比赛没有全垒打之后，挥出了本季个人第7号的全垒打。真的很会投3分球啊，3分打点的全垒打，现在分数追进来了，同一师队5-70，只有2分落后了。这是刘玉展本季被打的第8支的全垒打，本季被同一师队打的第1支的全垒打。詹元已经告诉刘玉展来休息嘛，虽然是一开始了哈，有6分的领先了，詹元不断的在讲，就是说统一很会打。攻击方面呢，大局不会制造同一样形成了。是呀，哇！特别是超会投3分球的小破刘福豪啊！哇，吃一碗馄饨面呢，哦，不是阳春面而已，垒上2名跑者。其实刘玉展今年球季平均呢，也是8局就要被打一支全垒打，这个比例也是太高了。刘福豪的全垒打，大家刚已经看到慢动作。